喂，大家好，欢迎翻到第二节嘅 AP 啊！咁我有冇啲咩彩蛋漏咗冇讲嘅咧？或者系有阿 Charles Bay 有冇啲咩想补充下咧？啊，Birds of Prey 嗰个彩蛋有冇讲过头先？因为我头先迟咗嚟，我哋呢度又未佢唔系讲你讲过 Huntress 啊嘛？Huntress 啊？提过下啦，佢出咗一镜到啦。系啦系啦，嗰个就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当然啦，因为今年有 Birds of Prey 啊嘛，咁佢有佢一定要有翻呢个咁啊，即系当然啦，岁月不饶人啦，睇话顶佢份，佢走得喐嗰下，我先觉得啊发够尾成人。佢好似2002年噶嘛套剧，定唔知2018年，但系佢都十鸠几年前噶啦。系啊，好耐噶啦，好耐噶啦，你见到佢样都知啦，即系呢个已经唔系 Huntress 系 Grannis 嘅，咁嗰只咯，咁冇咩话，即系我睇呢套嘢基本上又话我系。因為其實我對我嚟講係吃力嘅，因為我對於 CW 啲劇嘅啊 CW 劇，我不嬲個評價都唔係太高嘅人嚟，係即係你話Arrow 我已經叫做係評價叫做最好嗰一日嚟㗎啦，係咁啊咁你話我頭先阿 Tim 都已經提過啦，其實我會覺得係Lucifer 是浪費了他整件事，我覺得他是最好的 crossover， 因為他真的對劇情有推進，他推得很少，但件事就是其實他可以再來，即可以給多一點氣氛，就這樣的，我是完全能夠理解，雖然你可以說觀眾是不需要你producer的感受，但因為如果你要給多一點氣，那就真的要給錢的了，我估呢啲我覺得好明顯係拍膊頭嘅，你問我就，哦，唔係嗰一下，基本上佢都未知自己想，因為嗰陣時佢拍嗰陣時應該 Netflix 都未拍版話，拍咗啊！嗱，我冇記錯咧，佢係上年，嗱，我講上年即係前年，2018年12月啊，係俾人影到佢走咗去温哥華嗰邊場嘅，哦，所以其實嗰陣時 Netflix 版出咗噶啦，咁即係大概啦前後啦，咁所以就我會話我失望嘅，見到啲 crossover 真係出一兩鏡，但係我理解咯，因為畢竟係成本問題。嗯，同埋對拍唔精彩，我覺得。我覺得精彩 ，OK， 幾好笑啊！佢同啲人係好中意佢同康辛天互串。我知道，但係佢都唔夠啊，真係唔夠喉啊，同埋係應該有，即係當然啦 ，C W 就佢啊，礙於佢嗰、那個即係佢個制度問題啦，佢唔可以有粗口咁啊！但係呢兩條友基本上唔粗口嘅話，入邊啲嘢可以再讀啲嘅。我諗嗱，啲人就好希望嚟緊 Lucifer Season 5會喺 Netflix 上啦。係，就頭先都講過，好希望其實會唔會話叫阿康辛天走去客串一集咧咁樣？因為其實大家係嗱，老實對比主線，大家其實好想知道你哋其實好似好多交情咁，不如你拍咗啲交情拍出嚟啊！直頭，嗯，即係啲人係有啲咁嘅。咁嘅期望嘅，不如你講緊啲配角，我又想講翻啲主角。其實即係喺呢套 crossover 裏面，其實你會見到個主角應該係 Kara， 即係因為阿 Olive 已經係即係死人嚟噶啦嘛，同埋我唔係好 sure 究竟即係可能會唔會因為佢已經拍到即係好攰啦，即係拍咗8季。咁黐線，佢跟住走咗去拍啲乜鬼嘢 ？Flood 啫嘛，好似係，好似係拍到。Sword 啊嘛，套劇係嘛？我唔記得咗啦，有套佢已經準備開到新劇噶啦。係啊，但係你對呢個角色係，係啊，對呢套劇個角色 fractured 啊，即係我講緊，唔係㗎，佢有感情㗎，佢完咗嗰下有 panic attack 嘅直頭。哦 ，OK， 即係但係可能因為即係終於都要完啦，咁所以佢係即係我覺得好多劇情或者主線係由 Kara 去帶動咯。嗯、反而我覺得Barry 係唔係好多。參與在這件 event 裡面，即是不是說你佔多少時間，而是它的功能或者怎樣帶動個劇情或者怎樣跟著走，其實在這套連動劇裡面就是 Supergirl 咯。我會這樣想的，因為本身 Flash 是紅那套來的嘛，即如果你純粹當收視都還好像過一的可以、嗯、它這套劇其實是想捧起一些不得或者是捧一些新人出來的、Supergirl 和 Batwoman 你看到他們想谷的兩個都、嗯、特別是 Batwoman， 我覺得 Batwoman 就都雖然全部續訂曬噶啦，而家除了 Arrow 之外，仲嚟緊我哋陣間可能會講一講佢開啲新 project 啦、嗯都開幾多新 project 添，佢哋仲要、嗯但係就佢我諗都想 keep 住，因為想 keep 住做嘅，我見到佢哋就係咯。係、所以，但係我覺得Batwoman、嗯
個角色，如果你話想透過呢一套劇去捧紅佢，我又覺得唔係好夠 charm 喎。唔係咯 ，fail 啦，直頭。係啊，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甚至乎唔係主角嘅，即係唔係主角群啦，係、即係佢有一大堆人噶嘛。真係唔覺意過咗嚟嘅 Backlighting 係。是仲多，即系个感觉仲深过。冇办法，嗰、那个演员 Chris Williams 佢本身系佢系好抢戏，佢好抢戏呢个人系，跟住佢生出嚟就系咁样。咁Ruby Rose 咧，佢其实又系俾我感，即系俾大家嘅感觉就系、是、首先咧就系佢唔系 in costume 嗰阵时候咧，佢嗰个样咧就有少少大相径庭啦。佢表现出嚟嗰个嘅KK 咧，佢嗰个唔系话点样讲啊？佢唔似啊，佢唔似，佢反而就好似用紧即系 Ruby Rose 做紧 Ruby Rose 咯，即系好似你睇翻John Wick 第三集咁样嗰个佢咯。第二集佢啊，第二集 sorry， 第二集。仲有为咗写剧情咧，佢唔练戏啊，佢本身剧入面咧，即系讲到话佢笠面具啊，保护身份呢啲好紧要啊嘛。跟住结果嚟到 crossover 嘅时候咧，阿 Supergirl 一句，我可以将我嘅性命交俾呢啲人噶，你都可以信佢哋，跟住就除头罩。而佢同 Supergirl 其实冇乜交情嘅，系啊，冇乜交情。What the fuck？喂，嗰、那個其實嗰個除頭罩咧，其實係一個彩蛋位嚟嘅。佢係做翻咧當年呢個 Justice League 嗰個卡通片咧，係Batman 係做過呢個動作噶嘛？即係佢話我唔信，即係阿 Flash 問緊話即係嗰喺入邊話 Flash 問緊話你即係我點可以信你咩性嗰啲咁樣？憑咩信你啊？咁就介紹翻全世界嘅人。咁佢到最尾佢自己除頭盔，佢除翻個頭套出嚟啊嘛。咁樣呢個係一個致敬位嚟嘅啫，咁樣就，即係當然做得唔靚啦。佢全同自己，佢破壞埋自己本身報緊落嚟嘅故仔咯。係，然後就好多其實佢唔應該喺度嘅劇情，為咗要 sell 佢，佢就夾硬企咗喺度咯。就所以其實 sell Bad Woman 就佢係 sell 得唔成功，好唔成功嘅其實。其實佢投資咗好多錢落去佢哋，即係投資咗好多嘢俾佢成功，想佢成功，但係都係搞唔掂咯。係。即甚至乎好多才，即系好多话啲，即系唔好净话 Lucy 客串啦。你话Smallville 嗰度嗰个位又，我觉得又系有少少掟冧咯，系。失望嘅，不过我第一次讲咗啦，就系、是、其实就你当俾当年睇 Smallville 嘅人睇下当年嗰个超人今日系点咯，即系其实系有少少好难，好情何以堪啊！即刻成件事，因为又系嗰句啦，你要佢多啲戏份，你就要俾钱噶嘛。又唔系呢样，咁佢而家佢都系自由身嘅，讲咗嗰句。咁你都要俾钱嘅，其实做嘢大佬。唔系佢而家唔系收好贵嘅嗰阵时，喂你想有佢即系而家佢咁嘅身形，我老实讲一句，佢嗰阵时喺 Lucifer 出现嗰阵时候我谂冇乜人认到佢咁又系，肥咗好多嘅嘛，肥咗好多咁，就算佢女主角都望下，哇顶你个份咩嚟噶呢嚿咁咯，系都还可以，佢都系嗰句啦。Smallville 嗰段你对比其他 crossover 算系多戏噶啦，算系 OK 嘅。我同埋嚟紧佢嗱会有四套新剧 announce 咗噶啦，咁首先就系讲。Supergirl 的大超拆出来就拍一套啦，咁就生活劇嚟嘅，应该意思系啦，话讲佢哋嘅家庭，佢同埋佢两个仔嘅家庭生活，即系佢哋一家，超人者一家，咁跟住就即系摆到明同呢个 Wanda and Vision 冚啦，嗰类啦，跟住就系新一代 Arrow 啦，就系阿 Mia， 即系阿 Oliva 个女嘅，同埋 Earth Two 入边嗰个系咪海妖啊？系。嘅一套劇啦，咁樣咁，嗰套就唔知拍唔拍嘅，但係應該睇嚟都可能會，因為畢竟叫 Arrows 啊。咁仲有就係、是、仲有啊，會拆編導出嚟咧。仲有就係、是、啊，這個、呢個咧淨係臨尾個結尾有嘅一幕嘅就係新嘅 F2， 新嘅 F2 就會有個 Star Girls 係啦，我記得。Star Girl， OK。咁但係佢就冇喺呢套劇出過嚟嘅，就純粹係即係介紹咗先啫。咁另外仲有啊，死啦！仲有一套咧，系咪我冇记错？一时谂唔起。咁总之就头先 Star Girl 其实就跟翻个故事就系 JSA 噶嘛，系系系，但系嗰个系现代嘅，即系佢因为原先嗰个我记得系二战噶嘛，但系佢就呢个咧就将佢拉近啲现代嘅，咁样咯。OK， 咁
我印象中應該是這三套，是剛才可能我記錯了時間，不是四套，這樣就所以就會都會發大回來做的，看你就不是你說Diggle 會不會做 Green Lantern？ 他已經是 Green Lantern， 因為他執到的戒指，不過 他就不會開到劇給他，因為 HBO 好像 HBO 那邊會拍 Green Lantern，最大的問題是 HBO 或 Green Lantern， Green Lantern 應該拍到很難拍， HBO Plus 是嗎？你說我不記得了，不知道 HBO 還是 Amazon， 總之是接下來會拍到 Green Arrow 的劇的 Green Lantern 嘛，哦是啊，是啊，電視劇的 Green Lantern 嘛，這麼不給面子，這麼不給面子蕭生啊咁佢唔開紙燈盒啊嘛，啊佢唔係佢係燒 lantern 啊嘛，有冇紙啊？燒 lantern 啊嘛，佢著咗火啊嘛。喂，咁原來咧睇翻啲資料咧，其實而家好似頭先阿天話齋，除咗 The Flash 咧，即係以上一季為基礎啦，咁嗰、那個viewer 咧，真係已經跌到得翻一點初嘅啫，即係一點二幾啊，一點零啊，就 Legends of Tomorrow 啦，一點二六就 Supergirl 啦，一點六二就係、是、即係如果上一季就係二點零八啦 ，Flash 今季就一點六二啦，咁Arrow 都跌到零點八幾嘅啦，由最初開季係四、即係第一季係四點一四咁樣樣，都不過好難嘅，即係要八年都係。即係成功，同埋老實講，即係 Arrow 其實當你將個 Arrow 都 high 咗起碼兩三季，當你個煉獄一擴大到成個香港島咁大嘅話咧，其實邊度哇澳洲嚟嗰度，即係我話已經去，假如去到香港咁大就已經係冧噶啦，咁何況仲要好似你哋話齋去到澳洲咁撚大，咁啊好大鑊，咁所以即係呢個世界上最大嘅兩係最 boss 嘅兩個島就係、是。Arrow 上面的煉獄和這個彼岸島裡面的島竟然可以有多大，你估不到，其實南極洲那麼大咯，不是還有一個的叫找不到，找不到最難找嘛，是的，所以其實即套劇就怎麼說呢，我都是那句，我以一套劇來說叫做簡單又完整咯，說到尾都是想收埋曬啲嘢，然後去俾 Olive 一個好嘅 ending 咯，係、啊，我會覺得係想俾 Olive 一個好嘅 ending， 係、啊、反正佢都唔做啦，咁即係唔會再續落去啦，咁就唯有做一個好嘅 ending 去 wrap 一個完整嘅結局俾佢，咁、就咁睇嘅話咧，就係、是可食用嘅，喺我嘅角度嚟講係可食用嘅，即係冇話 Cheryl Bay 覺得咁吃力嘅。咩、我係最唔中意係 CW 嗰種嘅點樣講啊？好香港電台三十一台嗰啲咁樣啦，好睇喎！香港電台三十一台，我以為你想講 TVB 添。唔係，即係佢嗰一種係即係喺一個好冇必要嘅情況下，佢話俾你知呢、這個。世界即係聽乜講？有啲叫世界光、大愛同盟嗰啲咁樣咧，咁我覺得係有時睇我覺得有少少婆媽咯。咁冇嘅，即係嗱，我都同意上一節所講啦。呢七條友咧，其實要代表愛 ，hope 都勉強可以嘅。Hope 都勉強可以嘅，即係超人代表希望本身都係一種即係既定嘅存在嚟㗎啦。咁佢天真嬌啊嘛，係唔係咁 Hope？ 我係覺得冇所謂嘅，即係你超人代表 Hope 係合理㗎嘛。咁佢有條件啊嘛。係啦，咁但係其他，然後揾阿 Lex Luthor 去取代真理啊嘛，佢係。唔係，但係佢係揾本書揀嚟改嘅，呢、這個就唔緊要。我嘅意思係，即係佢有趣嘅地方。估即係嗰七條友代表呢幾樣嘢，其實大家都有啲唔同意噶啦。夾硬揾本書嚟改咗原本有兩個超人嘅存在，變咗做即係一個邪派啦。咁、當然啦 ，humanity 有啲古怪啦，唔知點解即係唔揾你或者我要嚟揾 Ryan Choi。咁我會覺得佢令到即使你集體一齊去打。一場大仗的時候，其實佢裡面其實角色裡面有一點點的不可預知性喺度咯，即係佢嘅安排其實唔係冇心思㗎，亦都只有佢先可以做到呢一樣嘢。而佢做完呢一樣嘢之後咧，佢就哦原來做英雄嘅感覺係咁樣嘅，所以變翻做 Earth Prime 嘅時候咧，佢可以成為一個乜柒獎都攞到嘅一個好人咯。即係你雖然可能大家會覺得即係中間屌都係嗰啲。就是老土嘢噶啦，咁調翻轉其實睇超級英雄片，尤其呢幾套啦，其實同睇 A.V 係一樣噶嘛。尤其仲要再加埋 C.W 咯，
系啦，即系你同睇 A V 系一样嘅，你一定知道个剧情系点样噶嘛、嗯？你高潮系点样？有啲咩花式？基本上完晒，系赢咗啲细，即系其实睇 C W 同睇 A V 系一样嘅，就系睇细节嘅变化。嗯，系啦。咁当然，如果啲演员嘅桥扭过嘅，咁当然有啲 A V 嘅桥都会扭拍嘅，即系边个男优边个女优做。系唔系？咁呢啲就系 casting 嘅问题啦。即系最后个啊，如果系讲出轨嗰啲，究竟我女朋友会唔会翻嚟 tap？个 ending 会唔会有少少修正咧？系啦，即系知啦。其实就系咁样，但系你中间几乎系估到晒嘅，所以就系你喺估到晒里面有冇好似头先 Charlie 讲，佢啲嘢有冇扭到少少，系令你觉得好或者意外。同、埋我有一样嘢，即系其实我睇嘅过程咧就系、哦 OK 啦，几好睇啦，即系唔辛苦啦。嗯、但系 Olive 死，然后啲人对佢嘅感情系我成五集里面最。覺得最感動的一個地方咯，佢哋唔開心的地方，其實我都有少少嘅，即係我因為始終都叫認，同埋我真係幾中意個男主角嘅，即係阿 Stephen， 我係幾中意嘅。咁所以就係當所有人都喺度懷念佢嘅時候咧，其實我係都有嗰種即係 touching 喺裡面嘅。唯獨就係覺得啊呢條友真係肥咗，哇！當初第一季。即係巔峰嘅時候，真係型撚到喊。其實因為對佢有懷念嗰幾個主要就係Barry 啦、Sarah 啦，咁仲有佢對 Arrow Team 啦。咁講真，Barry 叫做係佢帶出身㗎啦，因為佢好似 Season Two 未出嚟，即係叫做佢嘅導師啦。咁 Sarah 好似係第一季第八集出嚟㗎嘛。第 crossover 第係係啦。咁跟住Sarah 就。因為佢同佢好多恩怨情仇好複雜啊，總之就當年以為害死佢，但原來佢冇死，跟住變咗咧。最緊要係佢食過佢嘛，即係佢哋兩個係相愛噶嘛。曾經啦，而家變咗 lesbian 啦。anyways， 即係佢哋好中間有好多複雜嘅感情啦。其實就咁跟住仲有 L team 就因為跟咗佢好耐啦。咁仲有臨尾 L 最後 Felicity 終於出咗嚟一集啦，喺 L 嘅結局嗰度。咁就因為好似話其實嗰條女都唔想拍嘅，但係結局咁咪翻嚟拍多集。唔係撚拍啊！頂你個肺！你講緊第十集係嘛？係啊。咁仲有 Diggles 啊嗰啲，其實都即係呢班人係對佢有種你見過個編劇都有心思嘅，即係啲唔係好熟嗰啲咧，就唔會真係喊到 fever 嚟。咁因為好怪，即係 Super Girl 同佢，我同你真係冇乜隔。咁佢又即系都会唔开心嘅，但系就唔会话真系即系喊到好激烈。你见到佢系识得分嘅个编剧，边啲系应该感触嘅，边啲唔应该咁感触嘅，佢系会有个即系有自己个 layer 喺度咯。即系所以呢啲系基本嘢，我觉得系基本。系当然啦，即系所以你见到佢喺即系 Arrow 死嗰集咧，咁佢最后都系阿 Barry 同埋阿 Sarah 上咗去探佢啫嘛，即系要上去。Kara 有乜可能飞唔到上去呢？咁但系个重点就系只需要佢两个，即系一个是兄弟，一个系太多恩怨、太多瓜葛嘅一个即系前度啦。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有少少sad 嘅，即系喺呢一度咧。如果我睇 Arrow， 可能我会睇到啦。但系如果我净系睇呢一个联动剧嘅咧，就系、是、喺一个咁样嘅环境底下，冇咗 Thea， 我觉得系有啲失色嘅。嗯，即系因为呢个系佢由第一季开始一路都最珍视嘅一个妹，咁佢都即系珍视佢阿哥噶嘛。嗯，咁但系因为呢套联动剧唔关佢事，都唔会无厘啦间请佢拍。佢喺 Arrow 性剧有出过嚟一集，讲佢喺帮阿 Monica 即系中间执行任务嘅时候出过嚟一集嘅。咁临尾喺结局都出嚟一集，就头先我讲过，俾咗个好圆满嘅结局佢啦。佢终于同阿 Roy 結咗婚咁樣嘅，咁同埋你問我有兩個角色冇出嚟，我覺得有啲可惜嘅，咁可能因為約嘅問題啦。Deathstroke 冇出過嚟，佢嗰個係舊片嚟嘅，我即係可能揾唔翻個演員啦。Deathstroke，因為畢竟 Deathstroke 喺 Arrow 入邊都佔好重氣氛嘅，講佢係啦。咁另外就係揾唔翻 Captain Cole 啦，嗰、那個即係拍 Prison Break 嗰個演員嗰、那個男主角，我覺得佢應該出得出嚟嘅，因為佢都好搶戲嘅其實Captain Cole。找不回这两位我觉得有点可惜。嗯。那接下来你们觉得其实这套即是这一种这样的剧是不是依然即是我觉得我记得我之前不记得了去年还是前年有提过又经历了一年几或者两年、其实是不是大家都差不多因为你收视都没什么好空间攀升。但系佢好都相对稳定嘅，即系稳定咁。佢系惯性收视噶啦，呢件事就系、是，即系只不过话你想推啲咩人出嚟，即系嗱，好老实讲，而家你摆出嚟呢个列阵咧，佢
可以仲捱到幾耐咧？Supergirl OK 嘅 ，Supergirl 而家都仲有啲Flash 都高收視嚇 ，Flash 都高收視咁樣。因為 Supergirl 最近又連自己啲慘情又喺度賣啲慘情嘢啊嘛，個女主角。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啦，一樣嘢又有咩慘情咧？嚇、佢喺即係佢最近終於公開嘛，佢以前係即係受過家暴啊嘛。之類嘅嘢啦，又係話未死過啦 ，Supergirl 佢你都家暴啫，你咁冇嘅，Iron Man 都俾人家暴啦，咩Iron Man 啊？啊唔係搞錯咗 ，Captain Sparrow 係啊，咁啊係啊呢個大趨勢嚟講，同埋咧係最大問題，而家 DC 咧係亂七八糟啊！咪佢一授邊啲授權俾你可以攞嚟拍劇，邊啲唔得咧？亂曬龍啊嘛！其一啦，佢哋自己同埋佢哋自己 set 俾自己嘅一啲嘅規矩嘅平台咧，佢哋都唔知道自己想點。嗯、OK 嗱 ，CW 就喺度啦，跟住之前又話開個 DC Universe， 咁佢 DC Universe 唔知喺度做乜嘢，跟住又有好多嘢搬咗 HBO Plus， 跟住而家又話喺出版嗰方面咧，即係漫畫嗰方面咧。又啱啱 Dan Didio 又唔用佢啦，或者即係大即係佢 Dan Didio 唔做咧，起碼就叫做咁係喺呢個情況嚟講咧，係好亂啊！我諗唔到呢件事，而家成件事我又覺得冇所謂嘅，你咪當獨立咁睇。如果純粹可能電影啊，因為即係就有一句啦，你雖然唔知，其實就唔一定係排他嘅，不過。你用 Marvel 嗰套正面冚咧，就一定唔夠你冚噶啦。不如你自己每套拍完出嚟得嘅，你再搞連動都冇所謂噶。因為呢個世界係好中意玩平行宇宙噶嘛，冇所謂噶。咁 DC 嬲都係噶啦。其實自己獨立嗰啲係拍得即係一係極差，一係就極出色噶啦。咁係咯，我覺得就我本人嚟講就如果。嗱，我明 Charles Bay 講乜嘅。如果你純粹講你個 Ultimate Goal 係諗住連動嘅。衰緊咗啦！而家你講 DC 要係玩緊即係做得唔好啦。不過而家佢哋咪行翻舊路就係、是、你當獨立電影拍咯，每部冇問題噶。唔係，但係依家就係拍攝嘅時候，其實都俾佢哋呢啲咁，俾佢哋嗰啲好亂嘅安排影響到啊嘛。其實 Batwoman 點解搞到而家咁樣唔鹹唔淡唔湯唔水，就係、是、有好多 Batman 嘅奸角都唔俾佢喺入面出場啊嘛。所以先至搞到喂，咁我點幫佢寫故仔啫？咩都寫唔到噶。咁每一集都喺度自我反省啊，系啊，咁啊好啦，咁结果就写到而家咁样，所以佢评价咁差，某程度上你唔怪得个编剧喎，大佬我可以写咩啊？即系我想出嘅人全部都唔出得嘅，系咯、其实又唔止嘅，之前俾人屌过啦，本来其实有季 Arrow 就谂住出 Deathstroke 嘅，咁但系因为嗰时 Suicide Squad 添直头，咁又出 Suicide Squad， 咁但系因为电影拍 Suicide Squad， 咁你又唔好拍啦。跟住諗住嗰陣時諗住 DC 自殺一次就死得㗎啦嘛 ，Deathstroke 啊嘛，咁跟住我哋諗住用你又唔好拍啦。咁其實佢哋係反而擾亂緊 CW 個宇宙多過咩？咁當然最諷刺嘅就係結果你係要去人哋嘅 crossover 度 out 翻你自己嘅電影角色出嚟搶眼球啦。因為即係有人講笑話。其实他不出来 crossover 一次，大家唔记得住嗰条系做 flash 嘅。咁但系即系 CW 啲角色就即系始终都系即系去唔到电影噶嘛。但系入屋，但系好入，但系入晒屋咯。入晒入晒面，始终都系电视台。所以其实你点样利用佢哋先系你嘅问题，先系你应该要谂嘅问题咯。但系佢咁多年嚟都冇谂，去到而家 flash 嗰、那个。即是 DCU 的 Flash 想出电即是还在计划出电影的时候才开始发觉喂原来可以这样用那起步迟咯但是 你是时候想想、没办法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华纳是请即是我真的不知道请什么东西人回来咯即是很简单一句 Batman Night Run 在香港这件事都搞到一锅粥我这样讲的、本身统筹这么多样东西其实就 Admin 上都困难的 Marvel 做到我只会说是那个总裁嘅，咁佢做唔到，咁都系即系话可能废啦。阿 Faggy 系有佢嘅，有佢一个谂法噶嘛。而家 DC 系用紧系话 Jeff John 系会比较即系将佢个 focus 摆翻喺呢个电子媒体上面，即系话TV 啊、电影啊嗰啲咁样。咁所以点解而家DC 嗰、那个
本身出漫畫嗰個位而家係得翻 Jim Lee 一個唔該係，咁啊瀨氣嘅成件事。我覺得呢排啲漫畫好似冇嘢吸引。哇！撲你個臭街！我出去買書咧，悶到好似冇咩書想買咁嘅樣。啊，真係有少少鳩埋㗎，係有少少鳩埋。即係就算你話而家 DC 出咗 Black Label 咧 ，Black Label 啲嘢都係好強人差異嘅。但係 Black Label 咧，即係我哋講過跳咗漫畫，不過冇所謂啦 ，A 批嚟㗎嘛，係咪？即係最好間唔中講下漫畫。Black Label 咧，之前買咗三本，都係同Joker 同埋 Harley Quinn 有關係嘅。係咯，咁其中有一本咧好得意嘅，佢係用呢一個水身嘅真人度去畫嘅，即係 Photoshop。我唔 sure， 即係應該就係有啲真人，因為佢直頭係貼咗啲真人相喺度再勾線嘅。係啦，我哋我下次本是直頭叫做 Harley Quinn 手，好似係唔係 Harleen？ 係咪就係 Harleen 係咪啊？唔記得個名咯，即係三期嘅啫嘛，三期嘅，三期嘅 Harleen 講佢已經出咗hardcover 噶啦。系咯，即系讲佢系回忆翻即系佢讲佢认识 Joker 之前嘅一啲故仔，系啊系啊，好咩噶嘛，好少女漫，我觉得有少唔系少女漫，有少似 Ali McBeal 嗰啲咁样咧，即系甜心俏佳人嗰啲咁嘅咁嘅设定咁样。但系我未睇，我买晒翻买咗翻嚟未睇。我睇咗咯，我觉得下次講下咯，幾期係咯，咁啊當分享一下，即係最近啲漫畫。但係事實上最近啲漫畫，雖然有啲我見過網上面有啲評論話，嗰套咩啊咩殺戮啊，絕對殺戮 Absolute Carnage 話個 origin， 即係 I mean 佢個事件起點好戇鳩，即係因為話啊屌，如果咁撚多件嘢，佢自己識分散。咁佢一早集合埋咪好撚勁咯，即係咁係就真係可以好撚勁。咁但係我覺得，因為第一頭嗰幾期同埋啲畫係幾啱我口味，所以我其實一路都有追緊嘅。咁但係你有講過，你有講過。但係除咗呢一個故仔之外咧，好似最近都冇乜嘢特別嘅故仔咧，令到我好衝動想去。即係你知道我一發起癲上嚟，一有書，即係嗰個故仔好睇或者吸引到我啦，未必一定本身好睇，我就會連嗰啲tie-in都買撚曬噶嘛。咁但係即係最近都冇一啲咁樣嘅事多 crossover 咯，即係就算你話你就算唔計 DC Marvel 本身佢嗰啲 crossover， 我會睇翻一啲比較細少少嘅漫畫出版社啦，譬如話IDW 啊，或者係Dark Horse 啊嗰啲咁樣啦。我最近睇到就係呢個 Vampirella 同 Red Sonja， 即係呢啲比較即係一對一嘅 versus 嗰啲。嗰啲 crossover， 佢唔係佢 partner up 嘅成件事嚇嚇，咁有個情形係點樣咧？係癲到係Red Sonja Vampirella， 跟住加埋個 Betty 同 Veronica， 即係 Archie 嗰邊咧，係即係完全唔啱，即係頭都痕鳩埋嘅，咁就亦都係有IDW 嘅呢個忍者龜配 Batman 啦，都做咗第三輯，好似成日都有嘅咯，係嘛？做咗三輯啦，咁另外有Power Ranger 配呢、這個變形金剛啦，係嚇、啊，即係有呢啲咁嘅 crossover 多啦，咁即係嗱，首先講咗呢啲比較細規模嘅公司咧，佢哋畫啲嘢出嚟咧，就真係你要有少少耐性，啊、即係要有忍耐力啊！直頭係係啦係啦係，咁甚至即係 Star Wars 都有嘢出，不過我又唔會太推薦咗出嚟咯，系咯，咁啊，所以睇下嚟紧有冇啲咩好嘅漫画，即系有出，我哋又先至，或者之前过去一两年，即系睇咗我哋有冇？唔系，我都一直讲啦，话呢度我会用翻我嘅，我睇翻嚟嗰啲嘢，话有机会嘅话，我同咗阿万记啊添，我哋 share 之后，我哋再出一啲回顾啦。因为其实就真系有啲好远古嘅嘢，但系真系好好睇。系，好啊，好啊，咁我哋。今集到呢度为止啦，好啦，下次再见，拜拜。